说，那果子蕴含澎湃能力，想必一定有些来历。或许可以写封信问问他，他也很久没来明叔门了，也不知道最近过得怎么样。王大叔，这是您侄子送来的家书。哎呀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只是跑腿送信，严重了。哪有呢？这时候，外面一群凶兽窜来窜去，连修仙的习武呢，也不敢在结界外逗留太久。一个姑娘家，可真勇敢。我从小修炼御灵术，虽然打不过凶兽，但是帮大家跑跑腿，还是有把握的。再寻到几个仙手，多来几个弟子。我这个嘴真碎呀。对了，孔大叔，我的碧海剑最近用得起，正好也到了该保养的时候，想请您帮忙看看。当然没问题了，不过我这个体不够用了，还得再去燕归谷找一些。先说，你再等我几日。怎么好意思让您亲自跑这趟，我去就好。哎，不用跟大叔客气。最近燕归谷中的妖怪有些不对劲，比往日凶厉许多，还是让我去吧。也好，那就辛苦秦叔了。哥哥，明天多卖几只。哥哥。有本事，没问题的。多谢姐姐，既然要去燕归谷，也顺便再确认一下，结界内还有没有魔化怪物吧。好，还要多多靠你了。
天师门的弟子就好喽。黄大叔，给。哎，小叔，稍等片刻。现在可是我想象中的武器了。三十年前的手艺。